市商会全体理监事到达安平厅长以后，首先向工程处的马处长献旗，赠送了加菜金和日用品，然后到工地去慰问了施工人员以及参观施工的情景。安平厅长开辟工程是在前年11月开始的，一年多以来，在员工们的努力之下，进行非常顺利，工程超前很多。安平厅长开辟工程总工程费是6亿8900万元，预定在民国68年度全部完成。